所以我现在对你们DNA没有用了，只有许大人才对你有用，是吧？小雅，小雅，你什么都没发生。 全城没人都由咱们管，所有亲事都由咱们说，没金所有进入咱们兜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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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发表意见了？说得对。那你看，你奶奶都不糊涂。阿叶说得对。这真的是亲娘啊！我准备给所有的媒人统一服装，就按照红蓝台的样式改良。那太好了，穿出去肯定气派。你看看图样，挑挑哪个款式好看，正好把你和楚公子的一起做了。阿叶喜欢深色，哎，这两匹留给他吧。你经常给楚公子做衣服啊？对啊。那习武之人身体强健，那他的腰围应该有30吧？大人别开玩笑了，他那样哪有30啊？那是多少？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一对。25。25。你看看，喜欢哪一个？这个不错。阿叶，许大人要给我们做新衣服。来得正好，让裁缝给楚公子量量尺寸。不用量。看来楚公子不习惯被外人碰。小雅，你帮他量。20啊，夏雅，刚才不是说25吗？最近累瘦了吧？我没瘦。哎呀呀呀，真的是般配呀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鸳鸯。人呢？去哪儿啊？就你呢，夏雅。你和楚叶的婚约是假的吧？其实我早就看出破绽了。真正亲密的关系是伪装不出来的。我猜你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所以就没有揭穿。是因为万远明？大人都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揭穿啊？现在万远明已被绳之以法，你和楚叶也不用再演了。我们为王后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不用再演了。大人，我真没听清。以后我保护你。楚叶，何事？许大人发现我们的假婚约了。那怎么办？
我们把话都说开了，所以不用瞒着他，也省得以后麻烦你。哦。所以我现在对你们低一枚没有用了，只有许大人才对你有用，是吧？对，你是没用了。你不是也在这住够了吗？你出去不是等你的管家吗？你不是早就想走了吗？是啊。好，那你走，契约还你，马上走。契约作废。又回来了，我们公子出钱加入第一枚。我要做第一枚的大掌柜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什么凭什么呀？女儿啊，哎呀，就凭她，钱多。哼，嗯，放心啊，女儿，只是掌柜天下第一枚的牌匾，不会给她的。嗯，女人会被孔武有力的男生所吸引。哎呀，别等了，他们不来找我们，我们就去找他们。我堂堂第一枚的大掌柜，我出去抛头露面？哎呀呀，你堂堂一个大掌柜，你不出去抛头露面，谁出去抛头露面啊？去哪儿啊？十年寒窗苦读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我等切勿因为这虚妄的儿女情长，就放弃功成名就的时机。对对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要进京参加科举，师兄要砸了姻缘神像，为我等壮情。对，谁敢？程双狗，你少给我捣乱！你们要考取功名，犯不着砸了姻缘神来明志吧？你们现在脑热。那以后呢？一辈子不要姻缘了？当然，尔非官，怎知官之乐？砸，砸！不行！住手！交开！砸了这姻缘牌！不行！不能砸！小雅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
薇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都快要成亲了，他却喜欢上别的女子，竟要和我退婚。哎，我说让他进门与你做平妻，你不同意。你说过只娶我一人的呀。这位公子，花丛里有很多的花，但是你当时选择带回家的那一朵可是最漂亮，与你最相称的，我们要对这朵花负责啊，不能每朵都要。不，那么多花我凭什么不要啊？我有钱呢。你姑娘退婚吧。嗯，这种男人离了他找一个更好的。嗯，你说的对。来人啊，把这个负心汉给我赶出去。哎，你这次谈心事失败，导致你们第一枚声誉受损，为了避免事态再恶劣下去，还是先交给官府出面解决吧，你们再从长计议。只能这样了，谢谢你。你和我还客气什么，我看你的脚现在走路还不方便，是不是鞋子太紧了？哎，不用不用，别动。小书生就不要穿那么紧的鞋吗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哎，天快黑了，我来送你。跟我走，走两步就到了。我有马车。你俩先把手松开。现在没了。没有马，只有车了。走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公子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呀。看你每次找这些男女属相配对的时候呢，都要翻很多的册子，实在是太麻烦了。于是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匹配的书架，这样你在找那些男女匹配的时候呢，就更容易一些，看看是否合婚。好。哎，我之前还觉得你当大掌柜有点不靠谱，现在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个好媒人的。那个，亥时到了，我该去睡觉了。哎，上官小姐，只要你有办法让玉婉明白我的心意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俗气。啊，是是是是是。你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啊？先让文公子表达出他心中的爱意，让谭小姐安心。办法就，哎，让文公子找出谭小姐的十个优点。下一步，让文公子和谭小姐有动作上的接触，让他们亲密起来，打消他们之间的隔阂。站起来。这是何意？女人会被孔武有力的男生所吸引。这样够风雅吗？
特别好。谭小姐肯定想不到一向粗心的文公子会这么风雅。可以啊，初夜，小有文采啊你。哎，你把我的名字藏在这藏头诗里试试。你的名字啊？嗯，我想不到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那点小能耐要是能想出来，除非我这地没塌了。公子，砸开了。公子，喂，你砸墙干什么？萧雅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伯伯，我在隔壁买了宅子，把这堵墙凿开以后，我们的来往就更加方便了。云川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嗯，是，记得明早过来。吃饭，一定。来调一两琴弦，不是。哎呀，你怎么连几个明月也猜不出来？你喊什么啊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我答应跟你出来，不是让你跟我吵架的。你又生气了？他们好像吵起来了。你也太差了吧！嗯，动不动就对我发火，吵起来了。吵起来了，都怪你！明明说好的藏头诗，换什么谜语？啊，藏头诗太没意思了，对谭小姐来说太容易。你的意思是我笨了？我可没说。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别吵，什么意思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哪有什么意思啊？差点让他把好事给坏了。凭什么都怪我呀？不怪你，怪谁？原来世上还有如此泼辣的女子。长得这么俊有什么用？脾气这么差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虽不解风情，但从来不与我争执。你虽然有时会有些任性，但是从来不这么做。我帮你吧。不要。我来吧。不要。我来吧。你没事吧？你太过分了。我，你今天怎么一直跟我作对？是不是跟我过不去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那我簪子都坏了，我头发怎么办？我帮你。没事吧？好了。哼！萧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赔给你。初月，你对小雅到底做了什么？与你无关。你。上官小姐，感谢上官小姐和楚掌柜的帮忙，让我跟玉婉重归于好。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想把婚礼也交由二位来筹备。哦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这是一点心意，啊，不成敬意。我。以后别这样了啊，太客气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长时间你去干嘛了？过来，汤喝了。我不喝。嗯，干嘛？喂你啊。喂，为什么？我小时候不喝汤药，娘就是这么喂我的。张嘴。嗯，好喝吧？不好喝。不好喝？你骗人，这么好喝。把这个送给云川怎么样？为什么要给他送东西？因为他给丽一梅买了很多东西，我想买个礼物作为回礼，礼尚往来。女子可以随便送男子玉佩吗？我们是朋友，不必在意。丽一梅开销这么大，不要浪费这个钱了。行，我不买，我自己做可以吧？省钱？那也不行。喂，你放手！今天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，小气，自己逛自己的吧。香汤喝的，嗯，好难闻，不喝。早上你让我喝的时候说好喝，现在你不喝了？你做的啊？对啊。那更不能喝了。给我喝了它。不喝。不喝。张嘴，张嘴。来，喝药。我好了，不用喝了。还说你好了，快喝。苦，不喝。嫌苦你就别生病。你笑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会主动关心人了？送个药就叫会关心人了？当然了。
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关心累积起来的，病时的汤药，饿时的一桌饭，下雨时的一把伞，寒冷时的一个拥抱。哎，这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是占少数，平平淡淡的相守才是永恒的真爱。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楚叶长得俊，许云川有钱，楚叶有钱，许云川更有钱，选谁呢？你好，姑娘。姑娘，我们可不可以耽误您？姑娘，哎，姑娘帮忙做个问卷吧。不用了，快点啊。嗯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喜欢什么类型？蓝衣服的就行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不用谢。你们这些女子啊，真的只知道看外表，肤浅。说的你们这些男人不看脸一样。是你跟我说的，当媒人要站在中立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要是你的话，你怎么选？我当然选长得好看的呀，夫君长得俊，吵架我也爱。这谁啊？择偶标准写的跟戏文一样。看看。我希望我的夫君能如谪仙般从天而降，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有着俊美的外貌，他外表冷酷，对我却深情专一。他最好孔武有力，在我有危险的时候及时出现，英雄救美。这么夸张，好处都让他占了，哪有这样的人？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哎，你之前可说过，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，这不也有喜欢我的？他那是听书看戏看多了，乱想的。就他这种人啊，想的永远比现实美多了。他要是在现实中看着你，躲都躲不及。哦，那要是你呢？你脸红了？我没有。你明明脸红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脸红。哎，你为什么脸红啊？哎呦，我没有脸红。哎呦，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找个热热闹闹的场所，有吃有喝的，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自己的伴侣？布置的挺漂亮的嘛。哎，石头哪儿来的？这些都是我在库房找的，随手布置了一下。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树是会发光的？会发光的树？你要把我的画像贴满全城？哎呀，你作为大掌柜，为姻缘大会稍微的做出一点点小贡献。我拒绝。哎，等等，你要是答应了，结束之后我答应你一个要求。真的？嗯，那好吧。哎，我觉得我的画像也可以啊。小雅，我身为红鸾台的御史，从官府的立场来说，是不是号召力更大？啊？要不你俩比比？比就比。你那个票到底投给谁了？
你不是不想画吗？你急啦？那。哎，绣带坊的胭脂，这可是要提前很久预定的。送你。专门给我订的。又不是只有他会讨人欢心。有长进啊。萧雅。这是从小陪着我的护身符，我把它送给你。你这是？回房间再打开。啊。楚夜长得俊，许云川有钱。楚夜武功高，许云川有钱。楚夜好学，许云川有钱。楚夜靠谱，许云川有钱。楚夜有钱，许云川更有钱。选谁呢？就是揭晓谜底的时候了。楚夜六票，云川两票。云川，这护身符认主，还给你吧。你们这样太伤云川的心了啊。公子，若不是你擅自把护身符送人，兴许你就赢了。这次算我让你的。走。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呀？没什么，这很简单。你不是想要发光的树吗？怎么样？可是我们大会是在白天，到了白天，这树会不会就不亮了呀？放心吧，有阳光它是一样的。对呀。这些烛火和灯笼照在镜子上，好像一颗颗星星。想要星星吗？嗯。我摘一颗给你。一起穿几副吧。明婷，这画像上的男子怎么不在这儿啊？我是为了他才来的，怎么没见到他人啊？他当然在了，你们进去就能见到了。去吧，明明请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楚夜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嘘，别出声。那画像上的公子在哪儿啊？快把他找出来呀！去哪儿了呀？在哪儿？这些女子太烦了，我在这躲躲。
这是干嘛？你都快把我憋死了，没有你就不错了。我新衣服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哼，跟我出去。我不去。哎呀，你身为咱们第一枚的大掌柜，有点主人翁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嗯。不是我不想去，是这些女子实在太……准备了很多的精彩游戏，大家拿好号牌，一步前天，好吗？下面要进行的投壶游戏，不知道在座的公子都会吗？玩过，玩过，会，玩过，不会，不玩过。那我就自告奋勇，给大家开个头。全场应该没有比我分数更高的人了吧？既然如此，我选择第一枚的上官姑娘，同我一起穿吉服。哇！啊，是上官小姐啊！上官小姐，等等。百中了，让一下。你上来干嘛？莫非你也想选小雅？在这种场合寻思不太好吧？我不选她，我选你。什么？两位公子实力都很强，既然如此，咱们换个方式决胜负。规则很简单，这球谁抢到谁就赢。先说好，打架是不可以的。三、二、一，这球还没下来，这样吧，
算你们平局，一起穿几服吧。去哪儿啊？我选的人可是你。画。全都是许大人送的。哦哦，哇，真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呀。我看许大人是想把整个岳阳城都颁给小雅。嗯，想听就正大光明去听呗。没有。嗯，书拿反了。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恨不得把这全世界都买给她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，但是他约我去故地重游，或许想起来会有所不同。不行。嗯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你不知道今天要下雨吗？不易出城也不易出门，真是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出去了，不出去了。那个，我们得去郊区，很晚才回来。你要是有棘手的事儿，就留着，明天我回来处理。我要是你，我今天就不出去。你又不是我，再说了。都答应人家了，怎么能爽约？
行之风怎么挂得这么奇怪？哎呀，这下完了，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，得整理多久啊？红豆啊，去跟许公子说，今天就算了吧。好，哎，这些东西你和红豆和李府一起收拾就完了。我不行啊，我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七小节的时候，我约好了要去见几个客户，我今天不在家。你都没和我说过。我忘了。我也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。红豆，你去跟许大人说，就说明天再约吧。好。萧雅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本来约好小雅出去的，听说梅纸资料被弄乱了，所以我来帮你整理整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许公子，你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来收拾呢？我来。哎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啊，今天不是不宜出门吗？我改日再去。说好了，许公子，请回吧，就不送了。那夏雅，明天见。嗯。等等。那个上次七小节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如果我答应画像的话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的。但是我现在没心情履行承诺。我有心情啊。你今天带我一起去。我和云川过去重游，你去干嘛？好，那我换一个条件，你今天不许出门。走吧。坐吧，小雅。大人，按您的吩咐都备齐了。小雅，我特意让洛莱登把招牌菜送来了，我们一边看风景，一边吃美食。哇，好大一盘盐水鸭呀！哎，等等，看这鸭子的成色，好像坏了吧？那你别吃啊。好像真坏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几天不停的找茬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把几十年前的账翻出来，现在又跑到这儿来捣乱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没想做什么，我只是。只是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搅和我的事情你就这么开心吗？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我知道你不喜欢云川，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我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他我根本就活不到今天。我真不知道云川到底哪里惹你了，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些事情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？小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。放手。
小雅，从今天开始，除了第一枚的事儿，我一句话都不想和你多说。哎，最近城里不太安生，你小心一点。对，晚上不要出去。不知道从哪来了几个采花贼，害了好几个姑娘。等我抓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。采花贼，瞪我干什么呀？小雅，采花贼！救命啊！好小娘们儿，你还好好跑！咋不跑了？还敢咬老子！